小朋友非常紧张，一直发抖，给他吓，就说你以后这样子，我一定会揍你啊！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遇到你，你不道歉，我就揍你。三三幺，不要看！拳打脚踢之外，那好不容易压到地上了，他也是想伸手去随便抓一个人去动手，然后再讲说警察不可以这样子压制他，他没有犯错，给他骂，给他吓，就说你以后这样子，我一定会揍你啊！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遇到你，你不道歉，我就揍你，小朋友。也大概三年级、四年级左右，那也是非常紧张，就这样一直发抖。案讯后依伤害罪、妨碍公务罪嫌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